我们现在来到海拔247公尺的林口台地，在这边有名的冬天风速是4到6米，潮湿而且不容易蓄水的土地。A、B、C、D 的土地容积是300，作为住宅基地，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好的中庭，可以创造通风采光，然后让绿化以及活动可以在中庭发生。阳光是从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所以让南边的量体压低，让光线可以进来，让中庭的树可以长起来。我们让北边的量体拉高，可以挡到东北风以及东北风。我们的水可以让它进到我们的中庭，那让中庭的植栽绿化可以很好，所以我们的开挖率会降低。人活动透过小学、中学、高中，我们有连续的步道系统可以串联起来，透过集中而连续的绿网。 AB 基地，我们希望原有的活动能就留着，所以学校的科研基地活动可以跟我们的社区的中庭透过步道而集中起来。 C 基地，原有的东边北面的社区设施透过巷道可以整个连续到我们西基地的中庭，甚至在社区里面有友善社区的所有设施。低基地，东北方的河谷，我们让它的生态活动可以延续到中庭，甚至原有林口社区大学以及民众所规划的野部森林可以维持甚至扩大。不要忘了，透过民众的认同以及我们选手村的策划，我们有一个向全世界行销永续宜居城市的机会。